Hello 各位好，咁今次要玩嘅呢个游戏咧就一只 RPG 嘅游戏嚟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一只叫复仇嘅游戏啦，应该系叫做中文。佢就一只比较近期出嘅，我都揾到近期出啦，同埋我自己都几中意玩呢类型嘅，所以我就测试一下玩一下呢一只 game 啦。咁啊，未知之后会唔会直播嘅。咁本游戏人物剧情背景啊虚构啊，不代表影射任何现实嘅人啊事物啊。呢一个本游戏包含嘅玩家自定义嘅内容啊，呢一类内容一概不代表任何观点。咁啊，下面都写埋日文嘅。咁啊，本游戏并非传统意义上恐怖啊，但依然会包含暴力血腥、突然惊吓内容。本游戏包含露骨的性描述，有啲咁嘅事啊，系啲咩咧？咁啊，有辅助正常专家啦，咁啊都唔使特别去睇啊呢度。咁啊，更强的敌人、更少的补给啦，吸硬核的 RM 玩家，硬核的意思应该代表是一些比较系中意挑战难度嗰啲。咁啊，通关后咧，多咗部游戏时会有一个独特奖励，确定吗？是。咁啊，好熟悉嘅音乐啦，呢个已经系。好啦，咁啊，人咧有时候咧愿意去相信呢个世界上咧存在超自然嘅力量，因为呢个世界上咧依然有好多咧科学解释唔到嘅事情。比如点解咧会有既视感？点解会可以梦到咧自己未来会做嘅嘢咧？又或者点解自己咧讲一句说话咧就会咧应验咧？又或者相反地啦，网络小说家咧最深创造一个魔幻嘅世界，但系佢哋咧未意识到咧现实咧往往系更加魔幻。你觉得咧？好有意境啊！呢一个亦都好有感觉，好有 feel 嘅一个嘅剧情。咁啊，嗰个表咧系一路向上升嘅，好，咁啊弹咗啲字出嚟啦，即刻就，睇睇啦，好啦，一打开呢个画面咧，又见到我哋熟悉嘅人啦，吓呢个熟悉嘅人，咁啊点点点问好，咁啊乜都冇嘅呢度，咁啊连我自己都唔知系边个啦，咁呢个人物咧就系、是、大家如果有睇我之前玩 RPG game 都应该知道呢个边个啦，就系、是、呢个圣奈啦，六川圣奈，高攻优先全部射，哇呢啲好高级喎、啊，有啲高级啊，同埋件衫系有啲有趣啊，咁啊游戏手册啦，我哋而家及先，哇呢本嘢啊，我本游戏咧，哇喺呢度唔可以特别睇啦。OK， 咁啊，冇咩特别，即刻飞啦呢度。我哋先行咗先，啲教学都系通常卡关之后先至需要用嘅。咁啊呢度都有一啲恐怖感啊，有 BGM 声好似系嘛，有啲嘅水滴声啦呢度啊，有啲水滴声呢个位，咁啊打开道门，哇系，其实有啲恐怖，因为喺条咁空旷嘅。道路上行咧，真系我好惊突然间弹出嗰啲大佬。不如行翻之前嗰度先啦，行呢度呢度。嗱，佢系冇 BGM 嘅，但系佢有少少嘅一啲水管咧滴水嘅声。锁住了，需要一把锁匙。太好啦，睇嚟系恐怖地方嚟嘅。先向上行先。咁啊，子弹左上角应该系有血量啦，100应该系属于健康度。咁下面嗰应该系子弹啦。咁啊，呢度应该系其中一个行嘅地方啦。喂，墙上有个字条啊！我知道你一定很困惑，大家都系好疑惑，大家都系咁。你唔知边度地方咧醒来，唔知点解会喺度啊？唔知道呢度边度，亦都唔知发生咩事，一切咧都冇任何理由啊！我自己都唔知发生紧咩事啊！我只系知道咧，你唔系唯一一个，亦都唔会系唯一一个啦。啊，我不是唯一一个啊！如果你正喺度读紧呢张字条，我话俾你听，你玩完啦。哇！紙上已被記錄，咁啊呢度好有趣嘅設計啦。咁啊，我已經玩完啦。哇！啲聲有啲恐怖喎，其實呢啲 game 咧就好容易肚痛咧，玩呢 game 我覺得呢就係恐怖 game 嘅一個有趣嘅地方，一玩咧就會肚痛啦。哇！嚟行呢度，咁就係呢度啊，地下通道鎖匙。咁究竟咧依家個劇情係咩咧？乜都唔知啊！乜都唔知道做紧啲咩啊！而家咁啊，呢度慢慢行啦。啲哇哇啊！黐线嘅真系咁啊！感叹噶，看上去像人的骨头啦
Oh my god！ 又系呢啲咁嘅嘅嘢喎，哇！呢个咁嘅惊吓方式有啲似嗰啲 PT 嗰啲啊，有少少似，有啲相似。手板坏咗，冇得打开，咁即系呢度啦。哇！已经开紧餐，咁呢度都冇咩恐怖感啊！感叹号。咁啊，又系一个经典嘅桥段啦。喂，咁即系点啊？而家抄下嘢先，冇嘢抄喎。咁即系走得啦。会唔会追上嚟咧？哇！呢度有吉头，肯定有闪啦。冇事啊？哇！会唔会合体嘅大佬？突然之间合体咗啲骨头。咁啊，预报意外出现咗第一个嘅僵尸，有机会咧，喂，即刻有啦，我就估到，咁呢个可能都会有嘢发生啦。啊，慢慢行喺度，唔好行咁急，各位。你知行得太快咧，就会中伏噶啦。啊，太慢都会中伏噶，各位。佢啲咁嘅水滴声就系咧，佢系另类恐怖感咯，并唔系真系嗰啲恐怖音乐。我未有把枪。健康剂啦！如果以后再有其他人遇到啲疯狂嘅事咧，话唔定留低笔记对你有所用途。字条，我知道你而家谂紧啲咩，呢一切咧都好特权啦，而且根本冇理由，点解会有啲怪物咧？点解会嚟到呢度咧？点解会有个黐线佬话我玩完嘅咧？好啦，头先嗰个嘢唔系讲笑，我知道咧自己冇希望，但系你话唔定会有啊，所以我留低咗呢一样嘢，唔使担心以前冇用过枪啊，因为呢个唔系枪，呢一个系反抗同埋反。同埋防卫嘅意志，只要你希望咧能够揾出逃离嘅方法咧，你就应该知道咧点样去使用佢。关于点样逃出去咧，讲真啦，我一啲头绪都冇。但系你话唔定咧可以揾得到，所以希望咧佢可以帮到你。记住咧，你唔系唯一一个。露营刀、手枪、子弹同埋一把手枪，再 save 先。咁啊呢度啊，即刻揸露营刀试下先。哇！哇！挥两嘢，佢左上嗰个系会有计嗰个计量度喎。咁啊，攞咗枪啊，肯定有怪过嚟啦，信唔信？肯定唔知喺边度天空飞落嚟，我觉得会。冇啊！咁即系喺条路度要打啦。OK， 即系喺呢条路要打啦。咁啊，即刻试下用刀。咦？嗰只喺唔喺度啊？喺度。咁啊，即刻试下用刀嘅。哇！咁劲呢只嘢，哇大镬啦！哇，哇好劲喎，黐线！步枪有强大的穿透力，将敌人引诱到同一条线，再射击能发挥最大威力喎。哇，超劲喎，低能嘅真系，劲到傻喎，黐线！咁你试下把刀，咁把刀其实应该唔用得啦，因为佢应该预你系简单难度时候先用，冇理由喺呢个时候用。咁呢个位置我哋即刻要屈佢域机啦，唔可以玩嘢啊！哇，几多枪啊？射咗五枪先死，黐线真系精神病。哇，唔紧要啊，喂冇路行，咁即系一定要开枪啊！各位，三，诶、爆头 ，very good， 执到手枪子弹，点解你身上有手枪子弹？究竟系咩原因？呢个系手枪，蓝色嘅手枪啫。哇！正蠢材啦。喂 ，OK， 已经谂到一个新嘅方法，就系咧一路举枪一路行啊！啊，已经学会咗边行边射，最高嘅技术啊！呢个系，嗯，继续行，继续行。哇！黐线嘅真系。拎走个鼠标先啦，啱啱见唔到，冇留意到。咁啊，呢度一路行啦，地下通道出口，好多骷髅骨头啊！呢个系咩事啊？咁啊，都系 save， 咁 save 第二格啦。惯咗 RPG， 我都系 save 两格。咁啊，呢度好多骷髅骨头喺地下。咁啊，有个大妈骷髅，哇！佢一格就即刻飞扑噶。佢系同以往我打嘅僵尸唔同啊，有啲高级僵尸嚟嘅啲系。话正蠢材啦，凭我多年嘅步行经验，你会捉到，哇！
咁嘅房间只爆粒子弹，真系惊俾人埋伏。哇，好多好多吉吉，啲吉吉佢哋行唔到，即系要揾嘢可能触发个机关令到佢唔开咁样啦。啊 ，OK， 啲僵尸其实冇乜问题嘅，最主要唔好俾佢埋到身啦。开机关，佢即刻有怪出嚟，信唔信？从外边，哇！我就估到啊，呢度芝麻紧真系，哇哇哇，低低地嘅真系。咁啊，如无意外，嗰个吉吉位咧应该就开噶啦。啊，哇！咁如果呢度啲僵尸识开，咪玩完咯。一行过去，或者我行咗过去之后，我哋进度都几快。其实健康剂，健康剂有咩用？其实恢复生命值下会一般，露营刀咁啊，露营刀我一定唔会再用啦。这道门打不开，哇！我入到去，点解啲僵尸都仲喺度行嘅？会唔会中笔咧？呢个位呢度睇个款都冇嘢啦，系嘛？我呢度打唔开，咁我哋落呢度啦。咁呢个位啊，一定有房。哇！逝者之心，芝麻紧，乜鬼逝者之心啊，大佬？大若拳头，那么大的宝石啊，乜鬼嘢啊？手枪子弹，嗯，好啦，我哋继续行喺度。唔通呢个就系逝者之心，证明你还有心。拳头的大细，乜鬼证明你还有心啊，大佬？宝石的颜色，哇！佢真系几有趣喎。每揿呢啲机关，佢就会出一啲。呢只神斧好似仲要坚坚地啊！呢度肯定有怪啦，咁样我冇啦，咁样开咁轻易放我走嘅，即系呢条路。咁呢度开咗啦，啲门坏咗，可唔可以剁烂佢？你试下先。温特睇唔得啦。咁即系话应该系本身道门已经系坏咗啦，就算你点样劈、点样开枪射爆，佢都唔会再开到啦。依家整咗个拳头嗰、那个拳头大细嘅唔知咩心，再望下嗰个生者之心啊，之心咩心啊？系啊，生者之心呢、這个系攞子弹噶嘛，系冇嘢。我话呢条路咧已经揾到七七八八啦，已经七七八八，嗯。嗰、那個戰鬥模式嘅呢個 game OK 嘅，不過暫時睇唔到有嗰個模嗰、那個劇情係個去向喺邊度啦。哇！但無法打開蓋子，有個拳頭大燒嘅碌，莫非有機關？嚇、啊！放我生者之心，裡面放咗鎖，出口出先。哇！你入嚟唔開門，唔敲門嘅。哇！頂真係俾人咬咗下，食屎啊！條血應該唔識自己加翻喎，應該健康劑淨係回血量。下面嗰个心、那个心电图啦，心电图应该净系你嘅行动啦，即系你嘅行动如果冇晒，如果零咗咧，你就冇得去开枪或者点样。咁啊，出口锁匙已经开咗啦，系咪有声啊？啱。咁我又嚟翻啦，又嚟嗰个滴水式，哇！不要过来啊！好痛啊！哇！咁样我点入去啊，大佬？走啦，safe 先，yeah！ 听到咁恐怖嘅嘢，我重点行入去啊，大佬！你听到咁恐怖嘅，你行埋入去啊！哇，行前之后就褪后啦佢，哇，咁快打 boss 傻咗啊！哇哇哇，啲咩怪嚟嘅呢只黐筋啊！首先我哋先睇下佢嘅攻击模式先。哇，黐筋嘅重色界王拳啲乜鬼嘢，低能嘅真系，黐线点样？唔好意思，我睇一睇先呢度。哇，哇，仲识放屁添？点解咯？哇！哇，好劲喎！呢只嘢都其实唔系讲笑嘅，呢只嘢有啲难打喎，应该佢啲攻击模式。哇，咁样先射咗24，
OK 嘅，其实应该 OK 啊。睇个血量嗰个扣血嗰个嘅攻击情况、受伤程度，不但我都就死啊，黐孖筋嘅。薰衣草咩噶？恢复脉搏啊！如果有啲咁嘅道具，一定系迟啲有怪系专打脉搏嘅，肯定系专阻止你嘅行动，唔俾你喐。黐孖筋嘅 boss。正想才啦，又咁易俾打到，太年轻嘅少年。我打僵尸嘅时候，你仲喺度瞓紧觉啊！喂，佢好醒目喎、啊，其实老实讲都有啲醒啊。如果呢度有散啊，就可以唔打佢啦。佢绿色嗰下最难打，界王拳嗰下有啲麻烦。界王拳，哇！你癫咗咁中个绿色之后，喂大镬啦！喂等先，食一食佢先，搞唔掂。咁其实有咩用咧？我都唔知对呢度有冇用。平二，喂！哇！呢下靓啊，呢下射得 OK 啊！哇，咁都仲搞错？哇！佢中个效果，大家见唔到？哇！已经系中咗脉搏，啱啱先改，如果有薰衣草啊，咪代表可以黐线嘅嗰只嘢。啱啱先改完，有冇啲怪系专打脉搏嘅？跟即刻就中嗰个招，原来已经系求脉搏。哇！喂，搞唔掂喎，好难打喎呢只，我一举枪就即刻扣咯。喂，超劲嘅只，原来中咗个招炮之后，即刻冇办法喐动喎。试下食晒呢两支先，睇下点先，睇下佢会仲有黑色。咁冇黑色啊，都 OK 嘅呢度啊，应该都打得赢，不过会嘥晒啲嘢咯，一阵再打多场咯，唯有。唉，又中啦呢度。好劲喎呢只，真心唔讲笑。作为一 boss 嚟咁，佢有啲劲喎呢只，劲得滞喎师兄。唔得，应该输喺度。中咗之后我都打唔到佢，我就系咁黑。可以咁样嘅其实，啊咁样打应该都打到嘅。哇，又中！中过咩啱啱？冇啊！啊，唯有咁打啦！啊，呢度咁打 OK 啦，呢度。哇，咁醒嘅，顶又中，真系唔得喎咁样。系斗技巧嘅时候呢度。啊，呢度即刻唔好同佢行同一条拉，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放屁嘅。其实赢到嘅，不过我就唔系好满意呢个结果啦。啊，呢、這个结果唔系咁好啊！我居然会俾你打中咁多次，哇！喺呢度几全喎，靓仔。咁样搞掂啦喺度，健康剂啦，咁啊乜都冇晒嘅。其实我都觉得唔系好抵。重开先。咁啊，再重开多次，咁今次应该打得好啲啦、啊、希望 OK 啦，即刻离了啦喺度。好啦，睇下你赢唔赢到我啦，今次读过啲时光旅行者会输俾你，哇，又俾人咬，但唔紧要啊，冇中到嗰个黑色效果，那个凋零定乜鬼嘢，那个凋零咬我傻嘅真系，哇！咁鬼劲嘅，点解佢可以预读我的位置？玩晒啦，兄弟你！哎，大镬，中咗凋零效果啦！俾我留啲药得唔得啊，大佬？嗱，咁呢度尽量唔好同佢同黐埋同一条拉啦，咁样匿埋一度，跟住再咁样落去。嗱，呢度佢又会冲啦，呢度咁样行过去，跟住咁样，喂哟，啱啦，哎 ，OK OK，
啊 ，perfect， 又放屁啦佢。哇！顶哇！佢追到黐线。喂，好难搞啊！可唔可以唔好食咁多药啊？要不过犯错率其实都几高的。不过应该是咁样屈都屈到，其实系咁样屈都屈死佢，可以唔应该俾佢触发到，因为佢行得远得滞就会触发绿色嗰行嘢。系啦，好似咁样佢即刻解除咗，佢喷咗下咧，唉食蕉啊！顶唔系好接受到，又得翻一支药。喂，咁都足咩？啊，应该好过上次嘅，但系都系唔得啦吓。唉，又要再打喺度。唉，好难打啊呢只。我唔知道佢几时发动佢嗰个绿色挂能力。不过今次应该好啲嘢啦，今次可以。哇！打佢即刻触发，佢癫佬嚟嘅啫。哇！好在啫。哇！系咁啦，呢度已经打咗大半啦。呢、這个时候咧，等佢慢慢上嚟，一上嚟即刻射爆个头啦！一射，哇！哇！哇！呢下真系咧，冇翻咁上下节奏感，你都唔使自备到佢黐孖筋，呢啲咪几嘢啊！OK OK， 慢慢摸熟个节奏先。哇！顶你啊！嗱，避到噶，但系又喂佢系咪扣到一半佢就会中啊？呢、這个效果好麻烦咁样。啊，食一支我都接受到嘅，食多支就唔接受啦。食多支就接受唔到。喂，你又嚟了？你无端端又黑咗，点解？唔知咩事？即系佢，我明明掹拎住枪嘅，但系佢都要，哇！你反应慢少少，打嘢啦呢度，大佬，搞掂啦！嗱，记得头先都有黑咗一下嗰个人，咁啊搞掂四副翻，哇！锁住了，打爆咯！睇嚟北将是撤掉了，近将是被孙逸腐蚀，点点点，很奇怪，他部分衣服是原。完好的，莫非要从内部被腐蚀？乜鬼啊！好啦，咁啊出到嚟呢个咁嘅街道，咁呢条街道睇个款系应该系向右行啦，系应该系向右行。不过我中意向左行下先。咁呢度冇嘢行啦，诶有喎、啊，哇等先，咁左手面同右手面都有嘢行，咁啊去右手面望下先再。我喺度无法通过地面塌陷，黑色嗰啲就系陷咗啊，陷咗嘅位置。啊，暂时就冇咩剧情啊，暂时都系以呢个打架为主，手枪子弹成百。咁啊，呢啲完全唔需要理会啦，除非嗰个破三甲，我就要注意啲啦。好狗啊！我一揿嘢嘅时候，佢都照喐嗰啲僵尸，咁样对我好不利啊！系啊，颠覆咗我对 RPG 一个嗰啲嘅问题嘅嗰啲玩法。哇哇哇，都闷，摆咗明相唔俾我入嘅呢度，俾人排挤嘅，入面一定系有人类喺度，成班咧净系顾住自己嘅安全，不过都啱嘅啊。嗱咁啊，呢啲仲系飞两架啦，如果有飞三架都要注意啲啦。呢个尸体损坏，铁钩系咩嚟噶？用嚟打开活板门嘅工具。咁啊，完全冇威胁啊！啲咁嘅僵尸仔啊，除非有啲更加高级嘅，咁我就难以去抵挡对抗。警备室，警备室你冇出饮水机冇水，唔知边度嚟嘅杂志啊，外国。呢啲乜鬼嘢噶？哇！个警备室净系得本书俾我喺度用啊，咁都几废下，都有少少废嘅咁样嚟一个警备室啊，需唔需要检讨一下？
喂 ，OK OK， 68排子弹啦，完美啦，仲仲咩怪我打唔到？好，呢个大医疗包 ，very good。哇，系呢啲 RPG 真系考你反应、手速啊，都考你呢个反应啦、手速啦嗰啲各方面。喂，等下先，向上行咗先。如果唔系咧，我惊行。行上面嗰啲嘢咧 miss 咗，你知玩呢啲 game 咧最紧要就系唔好 miss 嘢，一 miss 嘢咧代表你嗰个进度可能会差啲，即系譬如你执少粒药，嗰支药可能就系救你一命噶啦，打王嘅时候，呢个睇落其实呢个肥婆僵尸嘅劲似，咁啊呢度一排嘅便利店或者系一个一个啊汽水机锁住了，呢个有个地洞啊。是某种广告牌，招聘帕拉索公司咧，招呢个程序员，如果要求咧，都 jmail.com 啊，唔知道真定假呢、這个，但是不能打开，需要用打开活板门。咁呢度打开到啦，即刻打开啦。据我嘅睇，据我周围去了解过，应该系冇嘢可以行噶啦。啊，咪跳入去啦，咪下水道。喂？呢、這个真呢、這个人嚟噶，定系瞓低咗噶？诶、呢是谁？谁？点点点点点？看来是个正常人，吓死我啦！我最后系嗰啲怪物啊！睇你个表情咧，你一定都见到啲怪物啦，一定啊！呢、這个小镇咧有啲唔对路，但系要点样离开呢个镇咧？行大路肯定唔得啦，所有咧通往呢个镇嘅道路都坏咗啦，条路。话时话你叫咩名啊？点点点？吓，唔记得咗。的确，我都觉得自己唔记得咗好多嘢，比如咧，我哋点解会出现嘅？好抱歉，我只系见到个正常人太开心，我睇唔出有几开心。如果你记唔起名咧，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啊？哇，有中文名可以改的，但系呢个中文名冇咩特别嘢改的啊！可以啊，有啲咩可以改啦先？数字千万亿。千万亿啊！贤者游侠，好似几好型啊！乜乜的贤者啊，好铲铲，可以改啲咩咧？度谂下先，唉，唔改自己名啦呢度啊，改一啲中文名啦不如。但系呢啲全部都系有关于嗰啲咩战士、法师、贤者、游侠嗰啲工匠啊、弓啊、刀啊、爪嗰啲魔法啊。OK， 我叫千萬億，千萬億啊！唉，算啦，都系唔好啊，改翻自己名啦，又系，唉，改翻自己名投入啲，半個同埋唔知有咩分別啊！唉，算啦，啊，啱啱好，啱啱好夠五個字 ，OK， 啊，真系个唔錯嘅名，我記住啦，安娜，安娜羅斯塔爾，點點點啊！睇呢个学，睇呢个衣服应该系某个学校嘅学生啊，就系嗰个有流传出嘅都市传说嘅学校。听讲有时女仔咧嘅休息室里面咧会喺夜晚停电嘅时候咧会变成另一个世界。听讲咧嗰个世界咧游荡出一个可怕嘅怪物啊，夜晚佢会发出声音咧吸引可怜嘅女仔离开佢哋自己嘅宿舍，然后杀害佢哋。点点点点点，表示冇听过。不过呢个应该唔系真啦，太荒唐啦，就好似老到掉牙嘅呢一个 Creeper Pasta 嗰啲嘅段子咁啊，呢啲可能系一啲嘅故事内容，啲小说嗰啲内容啊吓。睇过好多喺网上咧，有啲人咧总系喜欢咧 Twitter 上面转发呢啲嘢，真系无聊又低趣味。啊，唔好意思，我唔系特登咧讲你嗰啲学校嘅闲话嘅，摆到咪玩嘢啦。我哋会一齐离开噶，好唔好？我仲唔想死，我知道一定得嘅。你留喺度，跟住再读话我，话俾我听你唔想死，但你又揾唔到有咩做喎？咩声？听你好似电话，系咪你部电话？接听电话，点点点点，唔好相信佢，唔好相信佢唔会帮你啊！但我可以，我知道点样离开。那个声音系边个？那个男嘅，你唔需要问我系边个，你只需要相信我得啦。我唔系咧出面嘅怪物，听住。图书馆入面咧有咧逃出镇嘅帮我办法，你知道噶啦，奈萨利镇图书馆。那个大门咧俾人锁咗，但你可以试咧喺下水道过去，唔好相信安娜，
知唔知呢个世界咧，你要谨慎咁拣咧，你相信嘅人。如果唔系咧，你会冇条命。点点点点，冇啊冇啊，唔系我唔识呢个人啊，但系点解听佢声令我好惊好惊，冇啊。哦，你自己走出去又唔关我事啊，偷埋啲嘢先，问下有啲咩可以执，偷晒呢啲嘢。佢话呢个安娜唔顺德喎，咁我都应该正常啊，大佬一开头佢仲喂呢只三架。哇！喺识喷嘢喎呢只 ，OK， 识腐蚀噶。咁啊，个咩安娜一开始咧吓，初见面啦吓，就已经想叫我带佢走啦吓。呢个咩嚟噶 ？Lost Heavy 啊，呢个系咪都写住个 B 字？我睇唔到个 B 字喎，度门度。嗯，好啦，咁你继续向上行，即系向右行，诶冇嘢行，即系向上呢度啦。我差唔多啦，玩到去下一个 checkpoint 位，好核突只僵尸，人样衰啦，僵尸变咗僵尸仲样衰，你睇下面嗰只，耶、yeah! ，有声配都几好喎，寝室喺地下下水道有寝室，究竟系员工嘅床？佢哋真系会住喺呢个充满臭味嘅下水道？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咧？外国嗰啲会唔会？我真系唔知道，休息室咯，寝室应该都可以当系休息室啊。神父，一定系吞扑嘅时候落咗嚟，跟住俾人咬。哇，咁多僵尸黐孖筋啊！我行咗呢条骨头路死得噶咯。嗯，咁我呢度继续过去，继续过去，得到健康剂同埋手枪子弹。嗯，喂啊，哇，你真系～即系少啲嗰啲啊，少啲嘅一啲嘅速度啊，你都即刻死，俾人咬啊，即刻要。少啲嘅反应都唔掂嘅呢度。很严重啲尸体喺呢个下水道嘅工作人员，系 B 区嘅锁匙。你以为可以咬到我咩？凭住我呢个嘅高强嘅走位技术，神走位，冇可能咬到我啦，你哋。要再更加强化啲僵尸，哎呀，争啲俾佢棘死咗！要再强化啲僵尸先捉到我啦，我谂。啊，如果唔系又未必捉到我啊！我隐约 feel 到呢度一定有 boss 要打，隐约 feel 到有 boss 要打呢度。哇！有人堆咗啲杂物，唔知点解冇办法通啊！呢个话唔定系会用空走樽。呢啲杂物都几杂啊 ！OK， 即系曾经又喺度住过啦。那個安娜會唔會有機會俾個變咗一個 boss 咧？即係俾行到某一個地方咧，俾嗰只 boss 咬咗，然之後佢就成為咗 boss 一部分。嗯，抽水嘅武器，充滿裝水啊，落唔到去，污糟水，缺少燃油。OK， 空走將佢落嚟裝燃油，跟住就觸發呢一個抽水機，之後就可以抽水落去 下水道。咁啊，日記呢度。4月12号，好耐冇咧，好似咁样咧，依家咧仰望天空啦。毕竟咧，自从我认真咗呢个咁嘅垃圾工作开始咧，我就意识到啦。喺呢个辞职之前咧，我都见唔到阳光。4月28号，最近咧听讲到一啲唔好嘅传闻，好似系啲咩咧鬼猎奇杀人之类。呢事咧非常落冇逻辑啲嘢咧，我又唔系玩紧真人嘅生化危机。29号，唔知点解最近咧出口咧出上有老屎咧塞住咗，点解咧？唔通系地球人平均屙屎量变多咗定系点咧？5月4号，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喺边度唔知拎咗几个伏特加嚟啊！不过有咗呢份工作咧，我就揾到食啦，所以咧做呢啲嘢会令我咧遭到报应嘅。5月15号，又听讲到嗰啲咧唔好嘅事情啊！另一个咧好耐冇见嘅朋友，加入咗嗰啲咩崇拜魔神嘅宗教之后就失咗踪，到依家咧都仲未揾到佢嘅踪迹嘅。18号，大镬啦！俾尸更加呕心啊！捉入嚟一个腐烂嘅尸体，唔通系全部系真嘅？真系有杀人狂喺出面游荡，我睇下最近咧都系唔好出去啦。下水道嘅人记录得到营养剂 ，OK， 好啦，呢度向左行向上，呢度应该冇得行啦。好，头先边度好似有个位系要攞锁匙开啊？哇哇哇！想棘死我？呢度头先系行过喎，顶啊！哇，低能嘅真系。俾人陰咗一下啲咩度？啲咁嘅光頭仔呢度唔係呢度喎，死啦！有冇地圖啊？
佢来自火柴人嘅话，火柴人嘅东西。哦，有个 B 字嗰个位，记得又喺个 B 字嗰度，真系犀利呢一下，读得好劲，预判判咗佢咧，佢咁样飞扑过嚟，再向下喐，犀利啦，简直。嗯，呢度下水嗰度 B 区嘅锁匙，仲唔系打 boss 呢个位？闻到 boss 嘅气味啦，已经。啲 boss 最劲难打低啦，哇！嗰啲高射炮嚟嗰啲下，兄弟。好在向下行咗啲高射炮射埋嚟，仲得了嘅。Control 男人喺左边，女人喺右边，小孩喺中间，男左女右，中小孩。呢度有仲有两个空缺，但系唔使担心谜题。衣架开，谜题衣架开。唔知阿妈要揿掣吗？认证反应咩噶呢支？喂？追随嘅啲八字亦都系最容易被污染嘅。中间力量与智慧的授予者，荣耀与成熟的渴望。将生命的开端，男左女右，系咁应该系咁样啦。荣耀与成熟的渴望，呢个讲紧男系咪咁样 ？Perfect 啦，呢啲轻松，全民失望，哇！黐孖筋嘅啫，呢个 game 低能又劲啊！精神病我发现，成日都吓我，我都未讲完就已经俾人吓啦要。佢呢下高射炮射，唉，即刻测试到，唔会射到自己又，唉，太心急啦呢度做乜鬼嘢啊？又俾人咬低 B 仔，真系获得医疗包。个 locker 喺后面，locker 门喺前面，我喺后面攞医疗包，会唔会太犀利？我成间房得一间一个医疗包，柜子锁打唔开，即刻攞刀片下佢先。咁后面应该未必得啦。抽水机用嘅燃料，我 feel 有怪入嚟啊！一浸完水，唔知点解啲怪咧闻到啲油味，咦冇事喎睇嚟。OK OK， 应该差唔多又有新怪嚟揾我啦，有新朋友仔嚟接我啦。呢度向上行，要向右行，好似向呢度，跟住呢度向右，啱啦。啱啱先讲紧嗰个咩荣耀啦，就系、是、可能讲紧呢个古时入面咧，男人一代男人嘅一个嘅嗰、那个嘅位置，嗰、那个地位喺边度啦？荣耀讲紧一啲类似一啲古时代嘅嘢。啊呢度咁啊，加入呢一个嘅燃料入去，装满油的酒瓶。咁啊，抽水机要触发啦，各位。抽水机已触发。但是水已经被抽干了，落去了，是时候。要即刻上回去了，低能，又听到啲声，又要打 boss， 最冇 safe 喎呢个位我。哎，咁啊一定有打，一定有怪要打啦。唉，咁啊睇定路啦要。咦，一入嚟即刻有 emergency 喎。喂，防止事故已暂时封，已暂时封锁 C 区所有门喎，净水。咁呢个工作人员请等待咧，运行完毕。喂，食蕉啱啱入咗嚟，哇系，好多人喺度瞓紧。哇，咩事啊？哇，咩嚟噶？只咩嚟？呢只黐孖筋啊！哇，武士刀肯定大范围打，肯定一定大范围打呢下，好似易打啲啊！暂时啊吓，唔敢讲啊，一讲完就即刻俾人冚啦又。顶你绝对防御，一定系俾人，一定系打嗰下。哇，你都几恶兄弟，顶你黑骑一户咁。喂，喂唔通射背后？顶啊！喂，兄弟，咁唔对路喎、啊，大佬。谂唔到点打喎呢只我。因为试下开晒枪佢先啦，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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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哇，咩事啊？
哇，佢惊啊！听到啲声之后惊啊，大佬。吓？咩事啊？呢度又？我知啊，应该系。请你等待享受这段音乐。哇，你食屎啦！享受呢段音乐。我明啦呢度。啊顶你真系有音乐噶呢个 game。我真系顶你，你真系有音乐噶，唔系讲笑噶。你真系有音乐，哇！佢嗰个心电图如果跌得太低，30或者40以下，应该会即刻晕嘅佢。我终于 check 到啦呢度，真系有音乐。我真系 O C 呢度。哎，开放走，拜拜啦，锁住。哇！黐孖筋，啱啱先话唔会入嚟，跟住即刻入咗嚟，只怪低 B 仔啊！作者爬上去，孙管执门，冇上嚟咯，冇上嚟咯，唉，冇上嚟啦，低低地，真系完全系打唔到，我都嘥晒嗰啲弹，低能射咗廿几发，谂翻起啲觉得劲嬲，哇！散弹枪，女警嘅散弹枪，仲有一个弹药，或者可以攞嚟打怪兽。会唔会即刻肉境重生啊？你，嗯，呢个个安娜喎，睇下我哋要掹定枪呢度咧，同佢决一死战啊！真系要，嗯，睇下冇嘢先，崩大三，睇嚟藏喺呢度咧，耗尽咗所有能，耗尽所有体力，跟住俾人咬死咗啊！安娜，你又做咩？啊啊！咩系你啊？吓死我啦！你自己走过嚟，对唔住，真系好担心。听住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系唔知点解好惊个男人嘅声，而且同你表情嚟睇你都有相同感觉。我只系想讲唔好相信佢啊，或者呢个图书馆咧有呢个逃离阵子方式，但系唔知系咪佢嘅陷阱嚟噶，我都唔知点解。总之我觉得嗰条友系唔可信嘅，就系咁咯。嗯，哈哈，咁样嘅话对我嚟讲系咪都系适用嘅？我哋咧对你嚟讲都系陌生人，你都唔需要信我呢个道理啊。即刻点汗，我要去找线索，这个情况下分头找线索效率会更高，不用担心我有枪会保护自己。喂，这头好阴湿啊，完全不报给我听他找了什么线索，就说我走了，大家一起找来找线索。无聊杂志，哇，莱萨利镇曾经有个崇拜什么宗教，名为阿苏。咁虽然咧喺文明嘅发展过程当中咧，其中大部分嘅信仰已经流失，但系近期咧都有话咧有呢个 ICE 嘅信徒咧喺秘密进行紧呢个宗教活动。咁啊，信徒咧相信咧系个能够咧创造天堂啦，能够被全人类咧带来幸福嘅神明，认为咧只要咧复活呢一个嘅神明啊，复活呢个人咧就会咧带嚟呢个力量嘅复苏，制造一个冇疾病、冇痛苦、冇战争、冇死亡嘅极乐世界。在现代的科学入面咧，尚未发达的时期咧，越来越多的人咧，为咗咧可以前往到乐园而奋不顾身加入呢个 Ash 嘅。佢哋为咗能够咧复活呢一个嘅人嘅力量咧，甚至咧愿意献出你嘅生命。而咧查一查呢个历史记录之后咧，发现到呢个镇咧曾经发生过一个咧超级恐怖嘅一个杀人案件，受害者无一例外咁样咧被发现咧喺某个嘅宗教现场嘅场所入面咧受到呢个烧伤而死。目前认为咧呢个 Ash 嘅教徒所为啦，佢哋相信呢个人咧会接受能够无条件成为佢哋嘅追随者，为咗佢嘅复活咧愿意献出自己生命嘅人类而焚烧嘅仪式咧，正系佢哋对呢个信徒嘅一种考验。尽管而家 Ash 呢个嘅 Ash 咧几乎已经消失匿迹啦，但系有时候咧都可以听到呢个美国各地出现失踪嘅案件咧，或者当地嘅居民咧闻到一啲不知来源嘅烧焦气味，一定冇错啦。喺呢一个嘅教徒咧复活紧呢个人嘅秘密行动。已被记录。究竟呢一个究竟有啲咩嘅特别地方咧？啊，佢冇 share 到，究竟佢揾咗啲咩？冇 share 喎。啊，呢个仲可信吗？这个人，即系个安娜，一定系邪恶嘅，邪恶嘅化身佢系。唔知点解个 BGM 突然之间变到咁，系咪冇僵尸啦？图书嘅一楼大厅啊，咁啊，系啦，已经玩到咁上下，呢度有个灭火筒。今次咧就玩咗咁多先啦。咁未来睇下有冇机会咧，做个直播嘅时候咧，同大家一齐去探索一下呢个游戏。咁呢只游戏暂时玩我都可以嘅，几好玩啊！嗰个攻击模式，同埋咧同以往唔同嘅，系有啲难玩嘅，有少少难玩啦。如果你唔系好熟呢个 game 嘅话 ，OK。咁啊，今次游戏就玩咗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见各位。
咁啊，中意啊，记得俾个 like 啦，同埋未订嘅波咁啊订完，下次再见，拜拜。